欢迎收看我的世界极限生存。当我的世界三十多名玩家分16支队伍淘汰玩家后，他就会加入你的队伍，获得胜利的条件就是把其他队伍全部淘汰，成为你的队友，这样游戏才会结束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小神能不能把队伍做大做强呢？哦，对了，上一期视频点赞太惨了，各位观众点下赞吧，非常感谢。视频开始。耶、yeah! 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误会我了。那我们就。下矿洞去好了，哦，他已经下矿洞去了，他属于是已经把这个当成单人模式了。我们队友现在还是两个人，没关系，我相信我们队会来一个反败为胜。啊，怎么可能被库里啪炸死呢？我是真的想不到啊，你得多衰呀！胸甲，哎，你看我，看你先做一根铁套，再做一个铁剑，这样就会防止被炸死。鸡贼啊，兄弟们，来狙一个！哇，皇帝现在有四个人。敌机的队怎么有六个人？哎，哦，五个人呢，敌机的队。那我们队的人还是挺少的，就是我们两个人。但是不要着急，是我们的，终究是我们的，好吧？只能杀人会当你的队友，你自己烧死或者摔死的话，不会是你的队友的。但千万不要摔死或者烧死啊！慢慢走。碰到人了！啊！哦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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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僵尸僵尸，救我救我僵尸救我救我救我 ！Hello， 二十滴血，到。No！ 啊啊！气死我了！哎，别烫我！我的，这伤害好高啊！好，走走走走，我们撤了，我们撤了，拜拜！别让我炸死，别让我炸死！但是我没有木头啊，有木头吗？给点木头，给点木头，好吧，队友都是一个队的，都是一个队的啊！我的血就剩一行血了，气死人了，真的是气死个人了。有木头吗？来点木头，来点木头，我不想炸死。稿子还有稿子呢，我的稿子怎么没有给我呀？哎，稿子，我的稿子，还有我的铁呢？给了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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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给清了。尸体呢？哦，你给我烧了，你给我烧了，你把我的稿子。铁给你。走，拜拜，我上去了。哇哟，这里怪真多呀，我真是太倒霉了。哎，帮我打死，帮我打死，对对，帮我打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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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，打死我 ，nice！ 哎呦，跟这个人一队有钻石拿呀。好的好的，咱们是红队 ，OK。其实我就喜欢当红队呀。
再放了呀！打谁呢？打谁呢？啊！哎呀，小笨蛋！你是不是脸不要脸？呀！没有办法了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聪明，哟呵，这里血，把你血打，打，哇哇哇！在这个大森林里面一样玩跑酷，你是跑不上来的。还有队友在帮我，你看。啊 ！Oh no！哦，好红的红的，刚才那个头，气死我了！啊，太丢人了，太丢人了！哎呦，怎么可能被库里怕炸死呢？我去！打人家战士，他人家都没有击退下去，然后他打一下体积，你看他变成黄队的了，嘴巴想变成黄队的来反杀红队，你知道吧？很难，真的太难了。好，看到红队了，我们这个视角就正好。哎呦我去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啊！那给东西让他把打死的，你看看啊！哎呀！哇，全在往下走啊！对，放头，谁放头，谁老放头啊！哦，圈说完了，完蛋了，就那么小的圈了，肯定知道这老铁在哪里了，是不是找不到？谁放头？啊！哇！啊！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黑曜石的？要自己了，兄弟！隔了一个黑曜石，我去！换就换一个吧！不是，三个人了，两个人！我去！我去！今天还得换两个，对啊的。那我们今天的接龙城就到此结束了。要是各位也想玩接龙城的话，可以每周六来看我们的直播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